随即吓死一位女大学生。有位网友在医院听到了隔壁产房的孕妇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下面有网友评论，真正生孩子是不会这么叫的，这么叫要么是撕裂侧切缝制，要么是手剥胎盘了。于是就有生过的姐妹描述，手剥胎盘的感觉就是一个人把手伸进你的体内，活生生的把一个器官扯出来，这个过程需要非常大的力气，所以一般都是男医生几乎把整个小臂伸进去才能完成。太震撼了，第一次从文字里感受到了痛苦，母亲真的太伟大了，希望全天下所有的妈妈都能少受点罪。